米粉这样炒着吃，连盘子都能舔干净。泡好的米粉下锅煮至八分熟，捞出过一下凉水更 Q 弹。油热先炒两个鸡蛋盛出备用，葱蒜小米辣炒香，加点火腿和青菜，放入煮好的米粉，加入屏幕上的调料翻炒均匀入味，然后倒入鸡蛋，大火翻炒几下即可。